等妈妈有钱了，就给你买一个带院子的大别墅，咱们天天在院子里玩。你不是喜欢吃罐罐吗？想吃几个吃几个。所以你要好好工作，妈妈才会有钱，咱们才能过上幸福的日子，对不对？你嫂子那给我画大饼，冰箱里都装不下了。你杀人给我开罐头，别逼我刀你。好嘞，我马上去。大儿，你看这丝滑的肉小方，足足有190颗呢，赶上俩罐头了。我专门给你俩留的，别的猫我都不给他。看着就跟这一块大慕斯蛋糕似的，吃起来老香了。看看里面还有枸杞和南瓜呢，老补了。90%的含肉量呢，妥妥的美味大餐。吃不完我就这么一折，直接放冰箱里，老方便了。你看看，一共5个口味，你想吃哪个？小孩子才做选择呢，我必须全要。